不是有什么急事啊？你这火急火燎的事儿，怎么？没县长？海书记，没书记。没书记？叫啥书记？我是傻哥，你忘了？我没洗手。洗啥手？你从小就不爱洗手。是是是是是。我看这门口的杏树还在呢。20年前换了一次。哎呦，那可惜了。小时候天天爬。是。连屋上瓦都给踩烂过了。呀，您还记得呢？记得呀，天天挨你妈打。是是，妈，你看谁来了？你看，一样。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？我是傻哥。傻哥？啊，就是那个原来在我们家吃饭的那个小鸽子。对了，最傻的那个。都长这么高了。是是是。这是你儿子？对。多大了？上高中了，在光明中学，平时住校。特别优秀。 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前3名，个子也高，这么厉害呢？也不行，也不行，前5吧。有你，不声不响培养这么好个人才。嫂子呢？在县里陪孩子呢，做家政。姨啊，别忙了。三姐，三姐累。小时候就喜欢来你们家，一群孩子，天天混吃混喝，一人一碗手擀面。你还记得那一口呢？啊，今天中午就给你做。 管你个够！今天就是冲着这个来的。哎呀，妈，做饭，安排饭。哎，爷，你们家那个辣椒炒的青菜丝还有不？哎呦，都快吃一辈子，哪能没有啊？你等着。哎，等着。那个，梅书记，咱们今天在家里吃饭，不牵扯到八仙规定。中午咱喝点，我家里有我老爹留下了好酒。知道，去去去去，家里拿。酒不喝了啊，我下午还开会。今天就专心吃面。那这。 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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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发就没发，咱俩还用说虚的吗？发了一半儿，哎，不动，哎，是是是，就一半儿，一半儿，一定会发的，再晚两天。这不确定的事儿，我也不会在这儿说了。哎，你们厂子怎么样？还能复工吗？哎呀，按照现有环保规定的话，暂时够呛。一步步来吧。嗯，现在县里搞开发。 到处都在修地盖房，先找个地方应应急。嗯，我也让人社局的人帮忙留意一下。厂里其他兄弟呢？有活干吗？前阵子都去了九原县，这两天来俩电话，看看谁给的钱多哈。是得忙点，不能闲了，得挣钱呢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原平乡也要扩建奶牛场，到时候可以去试试，那是咱县里的重点项目，待遇不错的。啊。 你们来有书记听到这些话，估计要坐不住了啊！是是是是，哎，他今天是不在是吧？跑招商去了。